好，来继续要来看下港的板道，都是真霸气。屏东的万丹一间宫庙，新明生日板道宴请到各方的信众。今年的庙方特别抓来一尾乌暗疮，68公斤重，现切现食，信众食个真欢喜。啊，宫庙主人家嘛真有面子。大家搬棚来烧钱的白日，拢是为了这个顶级的沙司面。都讲有够牛的啊！这个师傅真专心的抬这尾黄鸡肠。一年个就算后边有真侪人在等，嘛无得客气，因为这拢是庙方免费提供的。平东万丹南信宫新明生日，68斤的黄鸡肠要慎重吃，免惊。只有我们南信宫才有吃这种大只的鲱鱼片。多谢宫庙来参加哦，王爷啊，无同款的，我按平安哦，咱大家吃欢喜，平安顺遂安尼。总共45桌，用猪肉摊的场面看起来霸气十足。常常在变，就是海地了啦。我们方便让人家有目一新啊，就用那个黑尾鱼来这边给人家品尝。南部流水席，予人的印象就是澎湃、料好、阁实在，龙虾有够大份，乌鱼子食规盘，这是真平常的代志。要有这款水果塔，3层、4层、5层一直甲塔起哩，人客食会饱，主人阁面子，开偌济无重要，大家食了欢喜，开要紧。